不过我自细汉去台北大，所以我台语讲了无啥变对。啊，我感觉 Q 就是漳州腔、宜兰腔，所以我都讲国语。我原谅你。那咱是讲这音段，因为先去以前吼，嘛是讲讲好几款是。系啊。啊，一讲去国语聋了吼，无听你才讲国语。啊，你讲我够歹势。迄导演讲，你即下是咧做国语，还是咧做闽南话？我讲话无。啊，咱有当时吼，双人一句，啊，袂平讲出。台语才是开放，对不？咱两个最近吼，台语话无好讲的。人讲台语吼是三角六尖，你听有无？三角六尖，六支针，三角六针。这少年人三角六尖都是唔知呀。啊，请仙女姐姐指点。我讲吼，三角六尖就是讲吼，恁这恁这台语吼，讲的这个话。到有人听有意思，拢无办法。啊，这个话吼是绵绵夹夹，绵绵夹夹，夹夹上。啊，这句话本来是好好啊，听起嘛呢，哎，感觉袂歹听。不过你若讲，我用一种无办法的吼语气，还是讲无办法的这个发音，有，哦，听起话差异呢。你举例示范一下哈，那个差一点点，语义完全不一样。当然啦，讲吼。啊，无，请问你即摆是伫倒位？吼，啊，你即摆是伫倒？哦，好，好奇无同款嘛？嘿，第二个在要拍人。啊，无你即摆在创啥？我即摆是伫服务。哦，安尼好。即讲话吼态度，啊，佮即语气，拢会变成一个人即情绪。是。啊，咱若是好朋友吼，有当时啊较靠熟。讲话就无同款，啊，不过吼，伊即摆听落去特别心寒嘞，会转去吼，无同款安尼，有阵你讲一句话吼，安尼定时安尼定规个拢袂同。哦，所以我们讲台语一定要正确，否则会得罪人都不知道。对，我有一摆有一个老师，我就讲，哎，老师好久不见，你有好无？啊，伊讲你讲啥话，我无看病啊，你有好无？你还讲你好无？你好，啊，就是讲吼。即卖囡仔讲实在，台语啊用这个国语啊做个挽回，哎呦，吼，你讲哎呦，咱就讲你有咧听水无？你有咧听水无？那水咱就是烧开水。他讲你有咧煮水无？哦，你有咧煮，你有在煮开水吗？大姐，你敢听无？你咧煮水听无嘛？对无？台语吼足好足亲，啊，这个国语呢更加亲。哦，国语哦，若要讲吼，我是讲三分钟的。是。啊，先去咱闽南语吼，罗马语有这个国语，啊，对这个国语呢，叫这个亲切的了解。了解了完后呢，先去咱闽南语，爱上这个粤仔戏。哦。为什么喜欢粤仔戏呢？为什么？因为粤仔戏可以伴奏音乐。我们仙姬姐姐今天办的美不美？没有了，头发下去了。Oh, yeah.
哇！